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个价格的手机支架商家是怎么做出来的，能360度旋转，还带几轮音，底座是铝合金的，高度角度也可以自由调节，放平板小物件都没问题。更厉害的是细节，下面有开口不挡充电线，收纳起来也不占地方，重点还是便宜啊，谁能卷过它？